小芳呢？在屋里玩游戏呢。哎，这孩子一回来就玩游戏。哎，不是说好了今天咱们一块去吃饭吗？先等等。别等了，我也饿了。咱们要不然就去上次那个小芳觉得特好吃的那家牛排馆怎么样？啊，就那儿。是去庆祝你辞职吗？ 知道了哈，袁亮，你做这么大的决定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还是你的妻子吗？嗯，哎，是这样，心疼我。 辞职这事儿，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方式，一个合适的机会。我给你解释这事儿，我主要担心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我是接受不了。我接受不了的不是你辞职这个选择，我是接受不了你辞职的理由和动机。哎，要是动机，你没什么动机。 公司里边的事情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纷纷杂杂的，反正就是慢慢，我觉得自己像在一个泥潭里边一样，就是看不到希望，怎么做都不开心。是吗？是你不开心啊，还是你身边的温草草不开心啊？ 可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难道你能为了一个小姑娘把你辛苦打拼的事业都不要了，你就开心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辞职跟那文草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还狡辩！你们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，你为了那个女孩跟老廖都撕破脸了。那可是带你入行的，你的老师，你的贵人。亮亮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我真是看走眼了。我觉得别人都可以误会我，我没关系，愿意怎么说都可以。但你不能，你是我太太，你是我老婆。 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回头会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的经过我全告诉你。但是现在孩子在家里，咱俩不守着孩子吵架行吗？你给我留点面子。面子？你和余光合起来骗我，拿我当个傻瓜，你给我留面子了吗？边亮，今天你如果是一个人，你是单身，你可以，你做什么选择都没问题。 你现在有家庭，你有孩子，有老人，有老婆，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想一想啊？你每个月都要还房贷，老人在医院里住着呢，你大脑充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一切啊？我一次一次选择相信你，你一次一次让我失望。哎，我是没告诉你我不对，我承认，但是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是吗？那我找不到工作了吗？我。 我随便找别的工作，或者上余光那儿打工去。啊，我就是想换个环境，我想放松一下。我现在这个状态不行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我怎么理解你啊？你跟我交流了吗？你每天一回来就是工作，要不就是累了，把自己就关在房间里头。我那是我不想吧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工作里边那些烦心事，我不想带回家里边。你见到几次了吗？我怎么理解你？你拿我当妻子了吗？ 你连跟我分享、跟我交流，你都没经历了。你甚至还欺骗我，金腾，我真的没想欺骗你，你就欺骗我了。爸妈，你别吵了，我饿了。行，这样过一会儿咱们就去啊。 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，怎么那么愿意多事儿呢？你还有理了？我跟你商量得着吗？你跟边亮都是一伙的，你们俩合着伙的欺负我们家心疼人老实。
边亮那是怕他担心惹他生气。撒谎他就不生气了？那知道了不更生气吗？我有的时候真不明白你们这些男人怎么想问题的，就为了一个女人，工作也不要了，家也不管了，丢不丢人呢？真是色胆包天。你说边亮色胆包天？他要有那色心，他也没那色胆啊。你听的那些事儿呢，都是道听途说。实际情况是他在赫拉集团干不下去了，别人排挤他，所以我收留他。这是边亮啊，能力挺强的，啊，又是我兄弟，他过来我开心，这不给我公司如虎添翼吗？你俩别狼狈为奸就好。行行，你可不能有什么事瞒着我啊。喝汤去。我根本就用不着喝那汤。老公，喝汤嘛。拿去。谢。等我啊。真辞职了？啊？你不是瞧不上你爸卖汽车吗？我一想也是，为了你辞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行吧，那你来说说以后的人生规划。我嘛，反正就是以后努力呗，好好学习，争取每一门都考好一点，不惹爸妈生气呗。我在说你呢，不是爸，我建议你以后可以去卖那个电子产品，你没发现吗？现在现代人都很依赖电子产品，像我们做作业、老师教书都得用笔记本的。电子游戏也用是吧？我问你个别的事儿哈，哎，你们现在小朋友是不是特别喜欢 rap 说唱？新说唱各种的这个节目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爸也写了一个，前两天闲着没事儿哈，有感而发，听一下哈。弄自己扛就别声张，你矫情的样子并不漂亮，重新做个勇敢的人，承受命运给你的每一个耳光。哈哈，怎么样？是有点意思。可以，好。哈哈，是不是有态度？妈，你听我爸这唱的，他以后靠这个去卖艺，我们就得吃土了。可惜没风。嗨，得听这词儿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人不能气馁，哎，换什么姿势他都得站。哎呦，这上来了！哎，这盐，这是不是这玫瑰盐吧？这海盐，这行吗？这个？哎，爸，你刚才唱的那最后一句词儿叫什么来着？命运给了你一耳光，黑不？我替我妈扇的。小芳，快吃啊！今天和我一起去看外婆。啊。哎妈，你要不你尝尝我爸做的这个早饭，还挺好吃的。不吃了。真的香。这可不怪我，
妈自己不领情。你好好反省一下吧。今日脸色不好啊，昨儿没睡好吧？这都怨李曼，他跟那儿多嘴。金童昨天没轻的收拾你吧？嗨，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又领着孩子去看他姥姥了。哎，不过也别怪李曼，这事儿咱们得真相大白。我们家这个李曼呀，我也是真拿他没辙。他自己啊，还觉得自己干了件伸张正义的事儿。事已至此了。你也就别挑挑拣拣的了，啊，就踏踏实实到我这儿来帮我，好不好？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，啊，你坐坐坐，我给你倒点水，啊。哎，不过你给我那资料我可看了，啊，我觉着你还真得找一个专业的人士，帮你好好规划规划看看。你别呀，我就想听你跟我说说啊，你给我聊聊，你坐。哎，你说。反正我觉得你这不能贪大，嗯，真的，你这公司里边，我不是上次也去看了，你这公司资料里边的规划方向，我觉得摊越大，你这成本就会增加，你增加以后，你势必就没有价格优势。你看你这不是说的蛮专业的吗？要不这有什么专业的？这是最基本的一些。我有几斤几两，我自己知道啊。别，你再跟我说说啊。但没有，就是现在的整个的，你物流货运市场，它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红海了。你就在这时候，你说你扎进来硬拼硬打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没什么优势嘛。啊，你整个的现在网购市场走这个运通啊、亨通啊，然后大件走什么这个德邦物流啊等等，包括京东，很专业、很细分了。这是最终一个市场的走向，嗯。我倒是觉得，你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找到我们自己精准一点的定位，你比如说，大企业的一些物流外包，从这儿做切入口，然后慢慢的扩大市场份额，这可能是个好事儿。什么货都接，什么货都运，一个是这货运成本你得提高，啊，货运难度也加大，效率还低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说挺好的吗？那词儿怎么说？醍醐灌顶啊！不愧是边总啊！哎，我这位置我给你留着啊。这个彩虹屁啊！我真的是，思路清晰啊！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行，我闭嘴，你接着说啊。哎，你说呀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妈找你有事儿，赶快跟我回家。这才几点呀，就又有事儿？我跟边亮，我们俩正讨论公司以后的发展跟计划，你劲儿什么事儿不能以后说呀？你先跟我回去，急事儿，走啊！我不跟你走，我热爱工作。哎，欣桐怎么样了？别，怎么又说起欣桐来了吗？我怎么不能问呢？这事儿不是已经都说开了吗？咱们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，行了啊，回头再聊啊。老婆，好久没来看你了，我给你带了这个水果，还有有机奶。哎，这有机奶可好喝了，你要尝一下。啊，好，你就放那儿，放那儿。好。哎呀，水果你都切好了。对呀。真是个乖孩子。老婆，我都这么久没来看你了，嗯，我都生怕你把我给忘了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个孩子，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这个大外孙子呀，对吧？爸呢？没一起来啊？哦，我爸他去找那个。找谁啊？就是找一个那个客户嘛，你知道他很忙的。嗯，对呀。哎，他的工作是很忙，你说他也没办法，他得努力工作，得挣钱养家。嗯。所以呢，你要努力学习，不要让他操心，懂吗？还有你妈。和你外婆也都是操心的命，我看你妈这两天都瘦了好多，你得让她多吃点饭，啊，对吧？你也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你要知道报答父母之恩，对吧？不要让他们操心，啊。我明白，外婆，等我长大了，
一定好好孝敬我爸妈，好好孝敬你，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。我就算了。啊？小芳，外婆跟你说个事儿。我以后不能心疼你了，也不能陪着你们了。我活不了多久了。外婆，你说这，别说，别这么说呀。你要相信，这个病一定会好的。嗯。外婆，你有时候真的就突然记不清楚身边的事了吗？但是我觉得，真的没事儿。外婆，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病，你就只记住那些让你开心的事儿，让你喜欢的事儿，那些爱你的、关心你的人，你把那些不开心的全部都忘掉就好了。你说的容易啊，孩子。你说，你们年轻人遇到不开心的事，说忘就忘了。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他要是忘掉过去的回忆，那就等于是他的人生是空白的。你说谁不想在这个世界上能留点好的记忆呢？对吧？外婆，教你一个我的秘诀。就是，比如我平时我特别不开心、特别难受，学习学不进去的时候，还有就是，就我爸妈吵架的时候，就特别。你爸妈吵架了呀？没有以前，就是你带那个。那就说明以前他们经常吵，对吧？哪有不？这，偶尔。哦，偶尔。这人呐，相处在一起，夫妻之间就是这样的，日子过长了，就吵吵闹闹。有时候等你有空了，想找他说话，他不在身边；等他有空了，找你沟通，你又去忙别的了。就这样，我和你外公就这么分开了。我都没见过我外公，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这就是你外公，那个洞洞的地方是被你妈烫的。哦，老婆，我外公是怎么走的呀？坐船走了。怎么着？今天什么事儿？我没事儿啊。钟钟想找你。钟钟怎么了？你看你，也不给孩子打个电话。没有，这老打。怎么了？我哪知道？钟钟。啊，奶奶，你在那儿喝茶呀？我跟你爸爸在一起呢。哎，钟钟，钟钟。嗯，爸。你拿着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有话要跟你爸爸说吗？啥事儿啊？生弟弟妹妹的事儿，你跟你爸说吧。妈，您跟钟钟说这干嘛呀？别说话，你听孩子怎么说。啊，怎么了？爸，你跟你妈阿姨非要一个孩子吗？不是，也没说非得生孩子，但是，
你们生了孩子，我怎么办呢？你照样啊，你是我余光的大闺女，对不对？你这地位是不可撼动的，至高无上的啊！你放心。啊，行行行，你那迷魂汤不用给我灌了。再说，你们生不生孩子，生几个，我也管不了，对不对？不过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我弄那个信托基金，我的权益总得有保障啊。不是，这都什么呀？这，中中啊，爸爸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？不是，再说这什么什么就基金不基金的，你这都跟谁学的呀？从你们这呀，凡事从钱考虑，要保证绝对利益，这都是我们家的日常呀。我可没这样嘛。现在是不敢怠慢，生了二胎以后就不好说了。还好中中还有个亲奶奶在这儿呢。不是妈，看您说的，我不是也是亲爸妈呢。中中，信托基金的事儿先不说了啊。我想现在问你一下，咱们俩上次商量的回来读书的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我可已经帮你联系学校了，开始啊。我都行。反正这事儿我也没啥话语权，你们决定吧。奶奶、爸，我要写作业了。哎，中中，学习重要，但是这个休息也得注意哈，你好好照顾。都挂了没看见呀？没看出来呀？孩子多一句都不想跟你说。行了，快喝汤吧。凉了。大姐，嗯，有件事儿阿姨不让说，但是我想一想，必须得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就是阿姨前一阵儿半夜一直有尿床的情况。每天洗晒褥子，我也把这种情况跟刘医生汇报了。刘医生和我都在劝阿姨别紧张，放轻松。嗯，我们也会控制她睡前喝水的量。那这段时间呢？这段时间倒是没发生了。不过我好几回来得早的时候，都发现阿姨坐在沙发上睡觉，那床背都好好的。我想他就是害怕自己在尿床，不敢上床睡觉，就全在沙发上待一宿。我妈太要强了，而且她一辈子都爱干净，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她身上，她接受不了。姐，你也劝劝阿姨吧，就她就算是尿床上了，我们也不会嫌麻烦的。像我们这儿的老人，这种情况多的是，顶多就洗洗涮涮的事儿嘛。你让他放轻松，别紧张。嗯，老在沙发上睡，休息不好，对病的恢复也不好。谢谢你啊，小杨。好，我来想办法跟他说。嗯。哎，外婆，外婆，你别爬那么高呀！你什么东西丢了吗？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找很重要的东西。不不，外婆，你先下来，你告诉我你什么东西丢了？看一看，你哎，我担心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不是，你到底要找什么呀？没有，我都看过了，对，都没有。哎，你说我这个东西放哪儿了的？我这都找过了。来，帮我把床垫子抬起来。哦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没有，我看看那头啊。有没有？哎呦，我得看看床头有没有啊。哦，这个。哎哎，妈。哎，我就是看看，妈，你在干嘛？我那个重要的东西，我都得找着它。我来帮你找。这是命根子，命根子。你膝盖不疼吗？跪着。命根子，命根子。阿姨可能在找这个吧。这个？这是阿姨积攒的宝贝，里边有房本、存折，还有一些证件。阿姨放在那个褥子底下，湿了就拿出去晒。后来包了一个塑料袋儿，我看着阿姨藏那个柜子后边的，可能她也忘了。是这些东西吗？是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姐，走吧。啊。妈，你这东西以后你就放抽屉里，这儿不会有人拿的。你这个到处乱藏，藏的你自己都找不到了。哎呀，这儿人来人往的，我就是怕丢嘛。
欣桐，嗯，我有个重要的事要你帮忙。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咱们人力资源部的主管啊，秦姐，这是我表姐。哦，啊，你好啊，这位是综合部的主管啊，李哥，这是我远房表哥啊。下边那个小蕊，你自己介绍一下。小蕊，我是表妹。啊，她是管这个销售部门的啊。这是我亲二叔，管咱们运输部啊。你叫于叔就行。嗨，于叔，于叔。啊，哎，二婶，你怎么坐那儿没坐一块儿啊？这是咱们的这个财务部的总监啊，二婶。这个小胖子，这个是我表弟于光伟啊，比我多个伟字。那他媳妇儿上个礼拜刚结的婚，我没少随份子。边总啊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那余光小时候啊可调皮了，光着个屁股啊猛街跑啊，哟！哎呀，二婶啊，哎、好玩死啊！行了，他光着人屁股不跑，他拿我的口红擦呢，还穿我的裙子，穿高跟鞋呢。你小辈儿都不许在这说啊！还有一次，他不到十二点就不睡觉了，是的，就黏着我们。啊。你怕什么呀？你要床子上睡觉。喂，欣桐，怎么了？我在余光这儿呢。我妈想让你现在就过来一趟，她可能有事要跟我们商量吧。啊，现在？怎么了这是？我也不知道，她不愿意说。她还说要叫上你爸一块儿也过来。啊，那行吧。那我跟余光说一下，我现在过去啊。背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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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老太太说，这血浓于水，亲戚在一起好办事儿，这胳膊肘不会往外拐。哎，怎么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回头说吧。那我先过去了。行啊啊。哎，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挺好，大家都来了，那就坐吧，别杵着了，坐吧，坐坐吧，坐吧，坐。哎，边亮，坐我边上。啊，哦，那先弄这儿。今天把你们都叫来，我呢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安排。我想提醒你们，在我说的时候不要打断我的思路，因为我现在就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不记得你们了，说也不知道我在说啥。嗯，对，我在这之前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思。这些年下来，边大哥，哎，小芳，边亮，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妈，您这说这不自己家人吗？就是啊，嗯。好，我说重要的事。这是老房子的房本，这也是欣桐大爸唯一留给我们母女的东西。现在，边亮，我准备过户给你。哦，不用吧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用不用。不要打断我。我想把你那套大房子过户给欣桐。妈，那套大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也是有份儿的，不用过户给我。是，那房子其实名字也不重要吧，写谁都一样。那你是答应呢，还是不答应呢？我可以啊，我就那就写欣桐嘛。
啊，但这个房子我也不能要啊，这个房子是您的，我心疼的东西。对，很好，那这两套房子都在心疼的名下。妈，我现在也有工作，我也不需要你这个房子，你这房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这样吧，这两套房子就留给小芳吧。哎，外婆，我现在有地方住，不用这个房子。对，小芳，听外婆的话，乖啊。边大哥，哎，那你觉得我这样的安排好吗？那这孩子们怎么决定？我尊重他们的意见。妈，你现在就好好养你的身体，你现在折腾什么房子的事儿啊？我跟你说了好几次，这个房子，我跟你在尽心的为你安排着吗？不是，就这样。回头找时间呢，我就跟新农去把那个过户办了啊。您不用担心，啊。明亮，难为你了。啊，没有。外婆今天状态挺好的，觉得呀，这事儿再过几天再说吧，兴许到那会儿我妈就已经忘了。啊，你别，没事儿。嗯，我觉得就按冉妈的意思办吧，然后我明天先去预约一个。我觉得没这必要。嗨，其实我也想这么做。干嘛？哎，挂谁身上都一样嘛。挂谁身上都一样，干嘛要挂？这不为了让妈放心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咱们先回去吧，啊！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今天晚上想在这儿陪陪我妈。啊，行，哎，别生我气了，咱们一会儿好好的，快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你妈也早点休息啊。爸爸，哎，你那房子找着了吗？还没呢，先住朋友家呗，等找到工作再说。朋友家？那方便吗？是不太方便，但有什么办法？先住着呗。哎，那你工作找了怎么样啊？现在？没找到合适的，正在找呢。我最近在帮我们公司弄 APP， 对接了一家特别靠谱的研发 APP 公司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可是我完全不懂 APP， 人家会收我吗？这个我倒是替你了解了，他们这儿企业文化注重的是员工的态度和热情，而且现在科技迭代这么快，所以每个人都得终生学习，从零学习，所以这。你想想，你这零基础反倒是自己的优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是完全都不懂啊。没事，你跟我去认识一下，见见面。要不合适，大不了就不去了。要你能去，那更好，对吧？也是啊。那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表达感谢。不用，说好了我请了就我来啊！你现在没工资。你要不让我请，我就不去了啊。我都买完单了，快吃吧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早买完了，快快，牛肉吃上，尝尝那个。怎么样？嗯。还有这汤，也得趁热喝哈。感谢。别再跟我们客气啊。
我爸怎么了？我刚才陪阿姨去遛弯，中间上了个厕所，回来人就不见了。然后我以为他回屋了，屋里也没人。我们后面调了监控，阿姨确实离开了疗养院，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，实在对不起。不是不是，你别失误了，再赶快找人啊！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对对对，我们分头找。都分头，周围赶快看一下。你带他到那边，你们俩在院里转转，你们俩跟着我。咱们看这周围转转。曼曼，我妈不见了。我们在医院这附近找呢。好，好。哎，边大爷，傅奶奶来过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人走丢了。哎呀，你在这等着，他要是回来的话，千万把他留住了啊，然后给我们打电话。啊。忽略感受不到。
让你的笑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，爱你是我最后的记忆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